我们临城真的是人杰地灵。这不，前两天维宁老师转发的2017年全美宜居城市排名，我们临城排在了全美第6名，德州第1名。是呀，这里绿树成荫，环境优美，每个月每个星期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。在这里，无论您是音乐爱好者还是体育爱好者，都能找到自己的组织。而且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很多中国文化活动已经在社区展开，春节的系列庆祝活动也如火如荼。是呀，我们也觉得大家越来越对中国的事物感兴趣了。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，一起推动中华文化精粹在美国生根发芽。我们的民乐团成立在即，欢迎大家的支持和加入，可以联系杨家华老师报名。更多会乐曲的小朋友可以参加排练和演出了。是的，下面就请欣赏小提琴合奏《新疆之春》。Please enjoy Violin Ensemble, The Spring of Xinjiang by the Woodlands Violin Team.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因为我们的演员呀，相对于专业来讲都是业余的，可是我们一走上这个舞台呢，我们就要以专业的形态去面对我们所有的朋友们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在排演过程和组织过程难度都是非常大的，而且还没有酬劳。在此呢，我对我还有我们的演员还有我们的演职员表示深深的感谢，给大家鞠一躬啊。鞠上躬了，你这是啊，台上台下我们同乐呀，太客气了吧。打哪儿来的呀王先生？嗯，您的节目没到呢，你从哪儿来的？哎呀，回哪儿去？都是一样的嘛，都是磨嘴皮子嘛，为人民贡献重心的青春和芳华啊，对不对啊？这不一样。您呢？我怎么了？是我特钦佩的一位非著名演员。记得我刚来乌德兰的第一年啊，我就看到您的表演。是吗？以后我年年都看到您的表演。可以这么说呀，我是看着您的节目长大的。这孩子长得够老气的哈。不过我有那么老吗？哎，我们一般不问女士年龄，不过您这个哎白发呀，我跟您说啊，哎呦去你的，别摸了，现在是男男瘦瘦不清，摸什么摸？哦，您是男生，对不起啊。真是啊，那您这猴急麻花的，节目也没到您上来干嘛呀？我来考考你啊，今年什么年？今年什么年？嗯，今年是二。你是打算说吗？这么简单的问题？对，别回答。那不知道，整蛊专家他马套呢。那您说呢？我说这阳历2018年呢，这个简单吧？啊，不是废话，没说完啊。今年是戊戌狗年。戊戌？戌什么戌？我还天狗呢我。你亲什么亲啊你？我说的是戊戌变法的戊戌，天干地支，春秋甲子，小白脸蛋的，没文化呀这是啊，是不是？没人鼓掌吧？嗯，是。不要鼓掌。嗯。那这是狗眼看人低呀、啊。你这是啊？怎么说你是狗，怎么就看你？你不懂得这儿的民风吗？说你是狗，不是看不起你啊？什么民风？哎呀，在咱美国，狗是亲人呐啊！每天你都遇到狗啊，每天回家一进家门你就拥抱狗啊，